鉴的示范，好不好？五星级的金瓜鱼粉，五星级不六星级，好不好？那就行。我们准备要向六星级的金瓜米粉挑战，看到没有？先放盐，滚水下盐之后，盐也下了一点油，盐这么多，不多不多，这样算还好。要油啊？对，下油的原因是什么？下油的原因是让米粉呢，现在这水里头有一点点的盐度，对不对？对。下了油以后呢，油跟盐还有跟米粉结合，它不会纠结成团，那么米粉也有了咸味入侵到里头来了，所以你等一下在炒那个的时候，你很放心，不必太在意说我要调多少的咸度，因为米粉都有咸嘛，然后吃起来了，自然你在口腔里面煮嚼它的时候，它是会有层次堆叠的，也有了咸味入侵到里头来了，所以你等一下在炒那个的时候，你很放心，不必太在意说我要调多少的咸度，因为米粉都有咸嘛，然后吃起来了，自然你在口腔里面煮嚼它的时候，它是会有层次堆叠的，然后滚水下锅，滚水起锅，前后大概40秒的时间，你就可以捞了。40秒。嗯。好，那上来以后来这边弄一个盘子，稍微焖一下。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在家里头电锅蒸饭，有没有？时间到，电闸跳起来，你说马上瓦子就吃吗？不行，你还是要撩动，让它有一些油离水气了，能够散发掉，散发掉米粉才会 Q 啊。所以现在把米粉的条件先弄好，那接着下来就是弄这些配料的问题啊。那我们用这个细的这一头了啊，哦，直接串香就好了哈，直接串香。方便。那一定要注意手部的安全了。比例呢？比例的话，总重量大概米粉的一半。嗯。整个这个胡萝卜素啊，这个胡萝卜素，那其实这些个东西呢，里面本身都有相当好的颜色跟甜度，所以你炒它的时候，跟金钩虾，还有一点点罐头的鲔鱼酱呢，一结合，这个米粉的味道就很棒了。哇！是人家以前说要先就是先用电锅蒸烂那个南瓜，其实不用。面呐，面面面面。以前的人比较搞纲。对啊。这个金瓜的比例跟这个是2:1吗？哎，对，可以。可以哈，嗯，主题嘛，对，主题是金瓜嘛，对对对，这样好细哦，对啊，金瓜二，胡萝卜一，我们都变成金瓜五。好，那现在冷锅下来没有问题，那么这些量的一半的油，一半的油这么，有，它是脂溶性维生素，你要给它油，你要透过油进来以后，那个萃取才会出，它的甜度就会出来。那之前有人呢。老祖宗的一套很喜欢拿去用水去烫，对，你说这有臭很味啊，嗯，哦，最傻傻的公就没味啊，对，或是蒸过，对，没有，那其实不必啊，你这个用油把它萃取炒了以后，我的面哦，拎起脚看麦，拎到怎样一焦的耶，很甜很甜啊，一点点的红葱头了，做红葱油，曾经阿基师有示范过，是需不需要红葱油？要，因为。红葱头的味吼，是咱台湾哦，几十年来台湾味真好的代表啦。你大家看它就是这个米粉会特别的金，特别漂亮。嗯。金钩虾在油里头稍微炒一下，这个泡虾的水可以留着啊，等一下你就有海味可以煮了。还要另外一红葱头，另外单红葱油，红葱油一样，冷水下锅，冷油下锅就好啊，不必等热油。等热油，你很可能怎么样？你把它炸焦了，香度还没出来啊。那人家外面有卖那种，就是已经做现成的那种红葱头酥油，是是是，会比较好吗？红葱油酥是可以现成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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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那你看这个一滚，整个水汤就黄了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？罐头的这个海叉鸡鱼肉了也进来，它这个味道现在已经就很鲜了。这是海味米粉，对对，金瓜跟海味的结合，那个特别鲜好，特别鲜，特别好。哦，要鲜了，剪一下。阿基师，如果泡一点冰块，它会比较不可以，热胀冷缩，它会吸水。
刚才呢，戴琪有一个比较错误的，就是他认为炒料炒完以后，米粉就是放进来炒，然后跟任何的炒一定要一定要让水把你的味道全部到水里面，米粉下去吸，你的米粉就香啦。好，现在金扣虾的这个虾水也进来，好。吸下去汤汁啊，这米粉就厉害了吗？它颜色就会比较漂亮。对啊，没错。那现在肉丝了，肉丝，肉炒热了以后，米粉炒，肉可以抓腌过再进来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，通常处理，不用了，不用吗？啊，不用再腌吗？不用了，你通常你的重点呢，你把米粉炒热了以后，利用米粉的热度呢，给它烘熟，肉丝还会显得更软。更有甜度，焖熟的，对对对，炒到熟的，没有，你炒到熟会硬啊。嗯，补一点点的盐巴。啊，我不放酱油的原因，我是希望说颜色更漂亮。对，米粉出来的颜色呢，啊，是明黄色的啊。那红烧头的那个油呢？要等一下起锅之前再放。啊，起锅再放。对，我这边目前呢，我没有很多的油，锅底干干的啊。那葱花进来。跟我们平常好，你这么进行，红葱头油落来哈。红葱头嘛，要淡落去哦。嘿，你这样香啊！哎呀，哇，好香哦！红葱头，你看水分掌握的多计较，真的，我们都以为要有一点好神水的感觉。哇，漂亮！哇，颜色漂亮又香哦，完成了，金瓜米粉它完成喽。金瓜米粉呢，做的比你们还时间还短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看它入味的程度，关键都在那个汤头。对。那汤头太重要了。对。金瓜米粉上桌。